我们是从猪年的时候开始做生肖包，因为我们中国人每年过年有蒸馒头的习俗，将生肖款做成馒头更有过年的气氛。今年流行国潮醒狮风，又是兔年，我们就想着给兔子戴上醒狮的帽子。因为是造型包，它要求表皮光滑，造型不能变形，所以对面的软硬啊、醒发的温湿度呀、醒发的程度呀，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。要求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要精确把控，才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成品。